每天早上一醒来，就感觉床边上还有个人，但是一睁开眼睛又没有，还是空的。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了，所以才丢下我们两个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回到2017年12月份的那个早上，妮莎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，请求丈夫李国武留在自己和女儿的身边。如果那样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2017年12月10号，作为一家商场的保安，李国武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，先后有几个人见了他最后一面。当天呢，他是上早班，我们正常接班应该是8点钟。那么当时李国武是巡查到我们两个楼之间的这个步行街，国武就过来敲门了。他是好心发现楼梯的那个扶手掉了，他专门拍了一张照，他拿手机拿过来意思让把照片看一下。然后呢，他说是那我就出去了，他去巡场去了。我说那你去吧。感觉没有多长时间，我就听见痛的一声。我一看，当时国武是一个倒地了，他是一个背对着我们的，我也没看清他是谁。这就是保安李国武工作的地方，金花商场是西安市赛高街区最繁华的地方，每天上午9点半开始营业，一整天熙熙攘攘。可就在这样的商场中，如今有一条街道异常冷清，路人避而远之。2017年12月，就在金花商场楼侧的这条小巷里，发生了一起惨剧。死者之一正是商场保安李国武。当日，金花商场开门营业之前，李国武来到了这条小巷，开始巡逻。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就看见他站到监控室的门口，仰头往上看。紧跟着过一会儿，就看见他就双手就开始这样接。随后，一名女子从高空坠下，伸出双手的李国武被女子的身体直接砸中，两个人瞬间倒地，无一生还。女子跳楼，后来被认定为自杀行为。说是两口子吵架，好像是的，吵得非常激烈，从7点多好像就是吵。然后他就抬头看，发现在吵架，他说还有个劝阻。他是好像在说别跳，别跳。正说着呢，那女的就下来了。下来了就那2-3秒的时间，他根本没得选。他们单位同事通知的我，他叫国武没了。我当时脑子是空的，确实打击挺大的，就跟天塌了一样。当时家里头，当时我在法医鉴定中心的时候，身上就摸了一下，因为刚去啥是软的嘛，摸了一下，完那个血就从嘴里、鼻腔里就往外涌，那整个内脏整体都是整体碎了，都已经。觉得躺在那里的都不像他了。老爷子直接就出院了，老娘就哭的就受不了。去世前一天是休息的，是备休，然后就给我做了一锅子的火锅菜，我也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顿，可能小孩也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他爸爸带他去游乐场。追悼会开始前，妮莎编辑了最后一条微信发给丈夫李国武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下辈子记得不要忘记我。
几天前呢，西安北郊市发生了一起悲剧，有一位女子试图轻生，而一位保安呢，为了救她也是付出了生命。国五徒手救人的事迹，这两天呢是连来救人保安李国五的事迹迅速的传播。18号上午10点，在陕西西安市殡仪馆咸宁厅。然而，就在李国五舍身救人的新闻和视频传开之后，社会上对李国五的行为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。就是你应该判断你那个施救对象，你有没有能力接住他？你接的话要有技巧，你没有技巧，那个东西不下来的时候他是承受不住的，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事情。对于外界不同的声音，李国武的家属和同事并不认同。我说李国武跟你认识吗？你们这样骂他干啥？就上回有一回看电视，不是说是几个快递小哥。不是接小孩吗？把手给砸断了，完了跟国五在这说了，他就说接不成，只是当时谁能想到这个事情能落到自己身上？因为那掉下来是个人，不是掉下来一袋垃圾一个瓶子，没有考虑的时间。我说那两三秒的时间，你让他去叫人吗？还是去找东西？两手就这样子接呀、啊，人在底下晃，就好像特别想瞄准那个物体，一定要把它接住那种感觉。他是主动的，在调整位置在接他。他真害怕接不住。关于李国武救人视频的解读，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声音。这个监控视频我看过很多遍了，我甚至把它导入到后期软件里去慢速播放，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都很愧疚，因为我做不到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反复的看了这个视频啊，我真的一帧一帧的去看，后来我猜他根本就没想。从这个时候，他开始看到上面，哎，做出准备，开始往前。2秒多钟的时间，他走了9步，他挪了3次方向，每一次他都是主动的去对准那个跳下来的人，啊，非常准的去迎接那个下落点。最后在接触到那个跳楼者的瞬间的那个时候，他居然是垫起脚尖，主动的往上迎上去的。我认为这个非常伟大，这比经过思考的那种救援还要伟大，这是一种善良的天性。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出去，我会拉着他。他当时肯定就是那种，就哪怕就是说能缓解一下。真的，如果是换让国五再重来一遍的话，他还会那样去做。我想这个事情就是，如果要是再重新来一回的话。如果再重新发生一回的话，十有八九国五还会接，因为他的性格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这就是国五的命吧。知道危险，李国武却依然出手相救。弟弟做这样的事，哥哥李国斌并不意外，那都是弟弟以往做事的习惯。原来我父亲是当兵的，从小我们在军营里头长大的，也是俺家楼底下原来着火的是那么大的火，那当时两辆消防车当时都没扑灭，确实他顶了个被子把人给拉出来了。火苗说老实话，就跟火帘洞一样，一团火一团火往下掉，那样子的。当时是2015年6月份，他来应聘的。应聘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他是简历上面填的他是这个，当过兵的，因为我也是当过兵的，所以我对当过兵的就是有一种那种感情在里面。像那次下大雨的时候，就是呢，
去年的那个雨下得特别大，当时那个就沃尔玛那边是五楼平台嘛，积水了。我说先去把雨衣一换，他说不换了，先换啥了，先上吧。哗哗，我们就上去了。但是我还是把鞋一脱，把裤子再往上卷，但他都已经冲到水里面去了。最后我们两个电话全完蛋了。他那个人首先一点就是说，一个就是说他发自内心那种就是非常的善良，就是像那对老夫妻吧，他们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拐杖，就是他们看得特别重，然后那天不小心吧，从那个电梯那儿给掉到那个电梯井里面，就是掉到最下面去了。然后那会儿刚好也就十二月份，非常冷，那天还没下雪，是第二天下的雪，那天晚上特别冷。就是他下班以后，然后呢骑着电动车，二半夜的嘛，他跑过去给他送到家里面。出事的前两个礼拜，我们还找过他谈过话，就是说是工作表现不错，而且我们部门也缺少一个这种主管的这个岗位，就是说跟他谈话，就是准备让他升到当主管，他也比较就是乐意吧，比较愿意去做这个东西。每天可以说都要经过那里，我都会先往上看一下，再看一眼他接人的那个落点，我都会刻意的希望他还在，好像有的时候仿佛能看见他就站到那儿，像我们微笑一样，是吧？真的不希望失去他。去趟李国武，去一趟李国武那儿。我们不去送这个。你们不去了，我跟哥去了。啊，你们去好吧？我们给他烧点香纸啊，一个烧点纸。嗯。你告诉你说，你给我买一个包子，给你给我带去。我今天中午梦见他了。他买啥包子？肉包子。啥味道的？肉包子。给你买去吧，给你。我帮助你的啊。买肉包子。买肉包子。过年给个一碗。实际上，其实我的心里都是为了，但他们说不是，我都是为了。没手机，我给你一碗毛。不讲了。好了，是吧？我心里不讲了，快过去。对，因为那是我的自己，我挺伤感的，那不愿意提起，都是那的，就想慢慢的让他，慢慢的淡下去吧。因为生活还得继续，父母年纪这么大了，你看着的，也不能老沉醉在那个里头吧。虽然不容易做到吧，反正是刻意的，反正是不愿意提这事，慢慢的总得名字有时候都不想提。其实我心理上骂过他。什么时候？心里骂过他。什么时候骂过他？刚发生，刚接到他的那个实训的时候。是，他是可以不死了，他只要退后一步，而且没有一个全家福的合照，我到现在到他去世了我才明白缓过来，没有一个三个人的合影的照片。出去做作业，快点啊！我给你现在作业单子出来了。
喂，快来帮忙呀！这个小孩挺倔的，他性格其实挺像我的，但是他不说出来。这个也可以弹，这个也可以弹，是不？都长这么大了，这个最大耶。这个项链是用他爸爸的骨灰做的，就他爸爸去世了没，就是开完追悼会以后，他又回来跟我说，你做了一个这个，你也要给我做一个，说就像我和爸爸永远在一起一样，就说了一句话很揪心。他前些天画了一幅画，画的是悄悄的画的，他不让我看，他藏起来了。画的是他的爸爸，他说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天了，但爸爸是个英雄。